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少，现在我们在南宁的秀林路，对，一个城中村里面。这条路是通过友爱村是吗？对，这里就是友爱村的。哦，以后这边的话，双休日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他们都会在这里摆摊的。嗯。而且你们知道这里摆摊卖的什么东西吗？嗯。几乎都是二手东西多。对。就是跳蚤市场啊。嗯。我们现在中午过来，其实他们都已经差不多收摊了，有些人都开始收了。嗯、对。但是还是有人逛。你们看一下这里。这些是新的，哦，这些是新的，嗯、就是说它以旧的为主。对，你看像这个键盘就是二手的了，还有这些电线，好多线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些都是电脑的一些零配件吗？那个不是电阻波吗？小小那个。哦，电阻波。嗯。真的，你们看，连充电器啊啥都有。哦，那个是充电器还是什么的？是吗？是充电器吧？应该不知道，但是都是二手的。大家看这里，你看鞋子，震惊吗？真的，这是二手的鞋子哦。鞋子真的也都是二手的、嗯，而且脏脏的。对呀、啊，永远想不到这个地方。可是会有人穿吗？不知道。这里还有这些小工具啊，螺丝钉、啊、都摆到地上来了，什么都有。刀都有，就是菜刀。你看那些包包，我可以找我，全是二手的。问题是，那些包包还有鞋子，就说你卖二手的，为什么也不清洗一下干净一点哦？就是我不是不理解，就是这样子会有人买吗？买来干什么？主要是。对呀、啊。哇，那个是门，不是，这个是床。床头都有，对，床头你看，这已经用过了，嗯，都是旧旧的。现在连床头都有哦，这是充电器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对、啊，你看这里，可是这个都这样子了，还能用吗？不知道。还有很多那个，嗯，扳手，扳手，嗯，螺丝刀都是二手的。对啊。哇，这里有。这里还有酒吗？对呀、啊，羽毛球拍、球拍、吉他、吉他，嗯、还有这个钓鱼的鱼竿的。竿的。那这个，那这个是什么？金蝉。是吗？这个。要不要？要30块钱给你。30块钱。我便宜给他卖了嘛。哦，好便宜哦。哎，是不是家里面自己穿的，然后旧的就拿出来这里摆呀、啊？不懂，你看这里都是，哎呦，这些包包，对，对，这些包包款式又老旧，然后它又是旧的东西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刚才那个钥匙啊？那钥匙用来干嘛？不懂哎，就是有钥匙卖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好吧。就是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你觉得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使用的东西，想象不到的都会有的感觉。对啊，到底是干嘛的？不懂。这些不是以前以前那种充电器还有哎、啊，拿来干嘛的？对啊。就是他们这个范围真的很大的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地上乱丢东西好多？是啊。比较脏啊。不过等一下他们收完摊，就有人来扫了。对，像这些东西。篮球，你看，嗯，篮球那个篮球都已经磨成那样了。如果我说再买过来打的话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危险呢、啊？这里收摊呢？这里衣服、鞋子还有衣服，现在是最好是新的呢。洁厕包，嗯。这里是中药、嗯、中药味好浓，有部分东西是新的，有部分是旧的、嗯、像这里是501件衣服，这种看应该是新的，应该是。这里的话就不是二手的了，这里的店里面的店里面你们把大家都关掉。
这边有好多旧东西哦，这边都是。这个是健身的这个，哦，哑铃，行李箱、那个、你看，这个是行李箱，是啊，这个是风扇嘛，就是无叶的风扇嘛，还能用吗？不知道哎，哇，这个直接这样子，现在有这种卖的呀？它不会打到人吗？有电视啊？不是，哦，看一下啊，还能用的那种是吗？能用啊，多少钱这种？哎呀，风，他没有那个，没有，他不怕，没有，拿回来这样子哦。他就是这样子的，这种款呢、啊？这样子啊？啊，有很多这种款的呀。嗯。好的，电煮锅。收摊了，都收摊了不？这里面去，去看一下。这边都还有好多，哇塞，这里。其实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是什么，都是一些什么零配件之类的。这是寄东西的，这个割东西的。电风扇好的，都是二手的电风扇。制氧机都有。嗯。啊，电磁炉好多。这个不是 CD 机吗？啊、哦，对啊。现在还有这种卖。又是鞋子，好多充电器哦，这也是风扇，这风扇也是这颜色，你看这种，这个是也是风扇，这边还有鞋子，嗯，这里不是菜市场吗？怎么不做了呀？而且是新的不？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连手机都有哎。手机这里，哎，那手机款式好像很电磁炉，几年前呢？这电磁炉看起来比我们那个都好。很多牌子，半球啊、美的啊啥都有。哇，那还有花露水呢！哇，连花露水都有。过期了吧？那个瓶子那么脏，我感觉它是过期的呀。不是我看到很多东西，就算它是二手的，为什么都不擦干净或者洗干净在哪里摆？感觉看到很多都是脏脏的。不懂啊，那你看这些也是、啊。锅，好多那个电煮锅。头盔都有。头盔。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充电器好多。你看这些锁都是二手的锁。锁头也有。哇，这个钻。这边还有好多呢，这里又是手机，没有了就到这里。诶，你看那里面，那里面还有啊？对呀、啊，对，这里，这里就是刚才那个市场啊，就是它这种感觉像地宫一样。这是新的吧？哦，这里就是新的。哇，这边好多个菜市的菜市摊呀，那都不用的，这里也没有什么人摆。嗯。那衣服就直接堆在这里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边还是菜市哎。就他们这里感觉像迷宫一样。对啊。真的会迷路的。这边。哇，那个风扇好有特点啊！这个风扇好，真的好原始啊！直接是夹着电瓶就可以用啊。我这里电动车轮胎也有啊，不过也都是二手的。对。我们现在骑电动车过来看一下，哇，这边还有好多呢。过这里去看一下，这里都还有。哇，这里好多人吃东西。是喝奶茶的。夏天到了，奶茶就好卖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多学生，你看，都在这里吃东西、玩游戏。天哪！哇塞！现在东西都是差不多的。水壶、鞋子，可能一个人就卖的东西都好杂。嗯。有什么东西都好像拿了一起卖了。
你看，连这个盆水盆，水盆水壶，关键是好旧了又脏，到底买这个来干什么用啊？对，我不知道大家买这些来干嘛的。说真的，有些东西他直接给我，我都不敢要哎。肯定啊，真的。这里面的，对，这里就是长征村里面哦。嗯。这里衣服，我看我刚才我那里看到一个梳子都有，嗯，那些都有啊，梳子不正常吗？这里是旧书本啊，哦，对，书籍这里是。你看几双鞋，嗯，拖把、扫把，因为我那个扫把也是旧的。一个扫把就是那种塑料的扫把，几块钱的，以后是旧的，哪里卖给谁？卖一块钱。上面好多那种衣服。这个阿姨都睡着了。阿姨睡着了，这里。哇，这里东西也是多的，啥都有。水瓶、碗、杯子、瓶子，嗯，你看连凳子都有。手机壳啊，一大杯。这里是手表，手表都还说得过去。哇塞，真的看到眼都花了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电饭煲，电饭煲。嗯，这个老式电风扇，这是多利的吗？不知道，是多利的吧？真的是多利，是多利的。对呀，啊。嗯。好多那个冰箱啊。你看那个是水杯吗？不是不是，哦，这种好像是祭祀的吧？哦，那个，那里冰箱、洗衣机啊，对啊，电器，二手电器。嗯，这种冰箱的话还可以再用，但是其他那种东西我真的是看不懂，特别是那些鞋子，还有连扫把都有的那种二手的衣服啊，哦，对啊，脏了就旧的那种。哎，不过我发现好多地方都会有这样子的市场的，是吗？就是不知道这些的消费人群是哪一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有二手的，因为我也见过外国人，美国都有这种类似的。嗯。但是你至少要把它洗干净，然后要干干净净。都不洗的。我看到那些锅碗瓢盆，哇，脏的，然后又是生锈啊，各种。外面都还有呢。对。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到村口。现在都是摆在这路上面，这里现在都收完了，本来就有的，这里现在大家都收了。这里的话双休日摆是允许摆的啊，哦，这种的话是谁来找以后谁就占位置谁就摆，不收费的，听说应该是吧，我们也不太懂，就是听说不收费。哇，好多自行车呀。哇，这个是二十旧的，旧的啊，哦，不过这种自行车很少人骑了，对，看不到有人骑这种。这里一些饮食店，嗯，这里还有好多自行车呢，都是旧的吗？没有，这里是人家新的山地车，好像也有旧的，专营店的这个，嗯，这里都摆满了，嗯，很多老款式的，你这种真的是不见有人骑了，现在这种少了，都是以前，哦，就是现在这个小朋友骑的这种很少人骑了，嗯，现在我们就出来了。大家看对面那里，对面那里是一个大专院校。我们从里面出来了，嗯，其实想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其实好像看过去，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有用的。真的有些东西看上去我都有点不舒服，太旧了，最主要它又脏，我都不懂摆来干什么。大家见过这种市场吗？在南宁这边的话，就是这个市场了，好像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市场，其实挺有名的，老是听人家说过。行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吧，好热啊，南宁，这几天都是34、5度呢。对。